好，家人们，咱接上一视频，咱这个包盖哈勾了17排，刚开始起针的这一排不算哈，因为这一排不算，在第二排勾短针的这个位置开始算，一排，这个两排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，一共是17排哈。勾完了之后呢，我们第18排开始减针了。立一个辫子针翻转过来，也还是两头减针，未完成的短针勾两个，然后3个线圈我们一次性带过，然后中间的位置就是勾不加不减的短针。一直勾到那一头剩下2针的时候咱停下来。好，我们剩下2针，然后最后这2针合并为1针，3个线圈一次性带过，这是第18排。18排完成之后呢，我们立一个锁针，开始勾第19排。19排也是减针哈，两头减针。18、19、20这3排哈，两头都是减针的。好，家人们自己把这3排先完成一下吧。两头减针，中间都是勾不加不减的。好，我们这3排那个两头收针，我们收完了之后哈，我们立一个锁针，把它拉紧。把它拉紧，我们开始包一圈的边儿，也就是勾一圈的短针，在每一个针目里哈，每一行的里面都勾一个短针，看见没？这里勾一个短针。然后下去的这个部分勾一个短针，然后一个短针，好，就以同样的方法，家人们哈，每一排一个短针，把这一圈完成，先勾到这里哈。好，我们勾到这儿的时候哈，看见没？因为我们这是一共是20排哈，20排我们算上这一个，起立针到这儿一共是19针，这勾完这个，锁针完了之后，我们不是勾了一个辫子针吗？从这个辫子针开始算，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19针，然后呢，我们在这个位置。在这个位置勾一个短针20，我们在第一针的位置勾一个引拔针。好，引拔针完了之后呢，我们开始勾短针，就在这个里面开始勾就行。我们勾的时候勾的针法均匀一点，这样勾出来的会平整，尤其是那2片哈，一定要勾的均匀，否则的话大小它会不一样大的。最后一针，好，完成之后呢，我们再勾这个侧面，这个侧面和这边是一样的哈，每一行里勾一个短针，我们把这个线头把它包一下。好，家人们一直勾到这面哈，勾完这会儿，然后和第一针引拔连接，然后断线，把它那个隐藏起来就可以了，把这个线